大家好，我是山姆大哥，我在纽约。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就是讲一讲我这里的就是说有哪些服务的这个项目和这个收费的情况。那我之前也有讲过，就是说我们这里呢，就是如果你是跟道教有缘呢，我们就是一个道观；如果你是跟佛教有缘呢，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寺院。如果你跟基督教、天主教有缘，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教堂。如果你是跟伊斯兰教有缘，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清真寺。如果你跟儒教有缘，那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孔庙。那可以说是一个就是世界各个正信宗教的我们这样的一个场所那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我们这里呢，主要是可以，就是说帮助大家，根据大家的缘分，可以跟就是说这个世界各个真信宗教的这个上界的这个神明，做沟通，可以可以咨询事情，可以问事，可以关于事业、婚姻各个方面的一些事情，可以进行这个查询问事，那这个查询的这个法师问事的这个法师呢？是欧美呢是欧洲呢是100欧元，美国这边就是中国海外的话，美国是100美金来计算，那中国呢是要适当要便宜一点，那另外呢就是还有基本的一些法事，比如说超度亡灵，超度这个这些祖先亡灵，这些超度的这个法事呢费用是1000美金1000欧元。还有呢，就是基本的法师，还有就是那个解业法师，就是说那个前世的这个因果业力这样的法师，也是1000美金1000欧元。还有就是呢，一个就是还阴债的法师我们这边的收费也是1000美金1000欧元。那么中国那边呢，就是折合人民币，然后适当的会便宜一些。基本上我们的收费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还有就是，我是想再次的重申，就是我们，这里就是做事，主要是就是说是以建道场弘道就是上求这个神明下化众生，帮助大家处理一些生活方面的一些遇到的一些事情，主要是这样子的。而且就是说，有机会的时候还要扶持这些，有就是说有志同道合的人，他可以跟这个神明沟通的这样的一群人，他的一个修道学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的这个收费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大家就是有时间也可以，就是说如果在纽约附近，大家可以直接到我这里来，可以跟上界的这个神明就是说许愿，可以上香供灯。你如果是儒释教的，你可以上香；然后你如果是如果是基督教、天主教，你也可以供灯，或者是买鲜花、水果，然后大家可以过来许愿。如果大家就是许愿或者是在我们这边做了法事办了事之后得到了帮助，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这样的一个道场。如果大家已经受益了，大家就可以发心来护持，用你的时间。或者是用你的这个金钱和财力来护持我们这个道场，那我们这个道场呢就会就是说维护这个就希望能够这个世界的这个正信的宗教啊，能够造福这个人类，能够让这个世界能够这个灵界的众生也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和谐的一个跟我们人类社会一个和谐的一个相处，让我们这个人类。让我们的每个人和家庭，能够生活幸福美满，是这样子的。那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他可能有这个修道的缘分，就他可能就是天生他会要做这些事情。那这个的是那我们也会就是说尽量的去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大家有机会能够就是说找到他就是说有缘的这个上界师傅，然后。去，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指引，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谢谢大家。